看节目应该会想杀我们。还有第二个，好冷静哦。第一个忘记了，第一个有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了。反正就是对啊，就是朋友介绍认识。哎，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对啊，也是朋友介绍认识。然后第三个也是学姐嘛。对。可是他们平常完全不会聊。所以你有恋姐情节吗？有一点。我也觉得。对。反正就是。拿过1000块的吗？没有，没可以。结束了吗？差不多。哦。5分钟还根本就不想付钱嘛。七。对啊。所以现在怎样？倒数。3、2、1。时间到，请出来，两位出来。我想出去吗？出来，出来。干哦！我觉得这是史上最惨的一幕。我觉得这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中的结果差相去不远？太不熟了吧！太好笑了，你们两个。我要问一下虎牙跟那个虎，不是虎牙没来，那个敖犬啊，问一下上次这个比起你跟虎牙，我更干，更干吗？我上次没那么干，我虎牙超嗨的。对啊，而且我跟我姐没有那么不熟。可是怎么会这么有点啊？你们两个平常在家对话是这样子哦？不是，我们就音频都很低，然后他在家里面讲话根本就不可能很标准，就是要低到这种程度，就是他嘴巴都有热热，然后我妈永远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。刚刚我看你要问那个你姐三围的时候，有不爽的表情写在脸上。有啊，有一点点不爽，就很尴尬，只有尴尬而已吗？对。哇塞，然后哪一题觉得最难？哪一题觉得最难？而且很认真的讲。第四题，吃汉俱乐部的精彩内容。真的分享太诡异了吧？是不是？然后姐姐还莫名其妙给你爆料有一些，又突然想到忘了跟她讲。可是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就你忘了关？我一定都关的啊。对，你忘了。真的，不小心看到，明明就是太嗨，不然就太累，有时候没有无意识的，真的好了。小鹿，你们一直在电脑桌前面放只喇叭做什么？想吹喇叭就跟尾鱼借嘛，反正尾鱼也用不到，他会借你的。猫地遇上了高材生小乐，竟是如此的难堪。进高中的时候，你有考学测吗？有。啊，真的，你考几分？啊？几分？120出头。哦，好，那我可以。那你几分？我285。所以是我乘以二都还。乘以二再多一点点。面对如此不堪的情况，铆钉能克服吗？接下来我跟你讲，哎，不啰嗦，先来也是精彩的吗？精彩，我跟你讲，导播整个放进去，我们看一下谁坐在里面。是导播吗？哦。有礼貌，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应该会激起相当多的火花。真的，我也是。我一直争执说谁帅，其实他们俩真的假的？白痴啊！白痴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么幼稚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谁要挑战他，好不好？接下来进入教育厅，要跟毛弟面对面的就是咱们高材生小乐，他们两人能征服夺命小红灯，完全不冷场吗？最近哦，没有啦，前几天才去。而且我看最近不是有一次去我们家打个麻将，小乐要问毛弟会不会？可惜你睡着了，没有吵到你吧？我跑出去玩了嘞。啊，我知道啊，看夜景啊。你说你出来了没有？啊，今天有什么问题吗？有，我想先问你，哎，跟女的还男的？跟老师。哦，我记得，对你跟我讲过，对，那个你先下流再切入主题，还不错。我还是直接先问你问题啊，不过这有点尴尬。很尴尬吗？还好了，还好。我跟你那么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就说，就是你会想要把你那个鼻子上的那个痣除掉？痣除掉吗？其实我在想啊，就是伤人，人家都说这是桃花，这是桃花，就是桃花痣，除了痣你会变 gay 这样吗？你说
这个字真的会被 gay 吗？不会啊，我是说那个是你的女人缘吗？对，他们就说是桃花痣。好，那是我的话，我也不会。所以你会觉得这样很丑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觉得这样就是还蛮有特色的，是觉得这样很帅吗？也不会很帅啊，就是不会有什么，就本来就很帅了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对对对，真的要填空。那我现在，哎，对，你那当初进高中的时候，你有考学测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。啊，真的？你考几分？直接问。那时候考，完蛋。考几分？啊？几分？一百二十出头。哦，好，那我可以。那你几分？我285。所以是我乘以二都还乘以二再多一点点，没有啦，就还好，就是每个人兴趣不一样啦，真的、喔，对吧？那你数学好吗？我数学中等，中等。那我先给你看一题好不好，就看你会不会这样。哇塞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如果是王子可能就會，所以你会觉得我学测考很烂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可是有100就不错，差两倍，两倍那个没有关系，我觉得那个人不同。有困难，我再帮你解围。啊！哇塞！那稍微等一下，因为我这头脑确实没问题。我也很慢，我现在还没看完题目。哇！两元相较于 B C 90，对不对？嘿 ，A B A B C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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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。完了完了完了。360度，对。然后他是算什么？问你 A B 猪 A B 猪，所以是这样。对，问你这个。好，然后这也是多少 ？B C 90吗？对 ，B C 90。那这个是直角吗？哎，这就不能跟这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对。好，还是我帮你算好了。你帮我算。就是呢 ，B C 是90度的。哎，我先问你一个，你知道？这个角，会是这个弧度的，小乐有点，它对到这个弧度的一半吗？对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。那 BC 呢是90度，对不对 ？ABC 是160，对。那360要减掉160才等于这个嘛？对，可是跟这个没有关系。对。就是呢，你把160减掉 BC 90，所以 AB 是不是就是70？哎呦，为什么？这样你懂吗 ？ABC。减掉 BC 是不是就变 AB？ 嗯 ，ABC 是这一整个啊。嗯，减掉 BC 是不是就剩这一个？嗯，所以160减掉90是不是70？他会了，他会了。这70是哪来的？好，算了，我放弃，下一题好了。那我问你啊，是你的物理好吗？毛弟，物理枉然，枉然，中等是不是？都是中等。那你什么很好？历史。好。物理，我感觉有点他在羞辱我的感觉。没有，我在问你，我只是想说，如果我有历史，我这我知道，这你知道，这个重力加速是9.8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想说10比较好算，为什么？偷偷加个0.2，因为是整数啊。哦，对，那这题你会吗？不会。那啊，不会。那我跟你讲，我有学过，但是我只知道你知道这个公式吗？哎呦，碎哦。哇塞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要算塔高，对不对？塔高 ，S 这个代表距离，就是算它的塔高。然后这个什么距离？是它的代表，就是这样。对。然后这个是初，我觉得毛弟一开始的速度，可是球放在上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开始速度是零。嗯，对，所以这个根本不用算。那你写干嘛？我现在当老师，老师不能教一半。不好意思，就我不能说拿破仑，我只跟你讲披萨。啊，哥。这没钱。打枪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就下一题，没了，时间到。好烂哦！出来，你们两个出来吧，你们两个。我跟你讲。我们两个还蛮熟的，怎么会被逼出来呢？真的，太好笑了。
我跟你讲，聊到一半呢。对啊，柔嘉，你觉得呢？他们两个可是他们的谈话比我跟我弟的热络多了。是阿本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什么问题出在哪？就是两个人好像一直在讲话，可是完全是两条平行线，没有交集。就一个是放牛生，有没有？一个是放牛班的感觉。小乐在讲。正所谓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毛弟就是专攻青少年的心，哎，课业方面就算了。当 Elmo 遇到多啊多啊火药味十足啊！我做过什么事让你就是不爽？没有啊。